战斗开始。发现敌方部队，proceed to capture that area.鱼雷朝正面接近，启用引擎增压。
停用引擎增压。主力舰被击毁，已启用。Fire! Fire on the designated target.
以启用引擎增压。战斗将于5分钟内结束。